所以说这个都是属于高可靠度，这个跟我们
可要你出来，然后就是不能不是你是杀手。另外我这边听到就是我们不参加过你的一个案子，就是做 RFID 的这个电子封装的收编研发生产，然后到建制到维运，我们一连降下来到目前为止还是由我们中业来负责整套的这个设备，所以说未来再回到我们可以循这种模式来进行，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可以采用的一个方式。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技术面来讲的话，技术层面来讲的话，我们有几项特点，就是我们中电可以做国内我们加持这种能量，就是基础开发。所以说刚才提到说很多地面界很多是就是我们的精神开发能力，包括配方工厂的一些实验技巧，就是进入从一些耐高温的合金、高纯度的合金，或者是特殊的铝合金，或是将来肯定需要用到某种特殊材料。那事实上，如果各位有看到商机，我们蛮愿意来跟各位合作的开发。我们的精神开发能力非常非常强，在国内可能是最齐全的。另外就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外面的工厂现在很多，那事实上如果要从设计分析复合材料的分析到配方，到量产次量产到测试验证，各式各样的复合材料，我们大概是最齐备的。所以未来有这种复合材料，未来相信轨道也是会走向轻量化，各方面需求会越来越多。至少我们跟台车还有跟台铁。又几个案子在进行，就是复合材料的一些逐渐的开发。那另外就是橡胶材料，那我想基本上我们是做的很多，包括现在刚才提到的欧规的无烟燃展，对不对？这个这些欧规的材料，实际上我们这方面的能量也建立的慢慢完成。另外就是测试能量，这个就多，其实就是我们各省中心做飞机飞弹。就是这个制程能量，包括航空所、结构方面、机械所，也是一些通信的，还有一些材料。那后续所分这样就是接 EMI 命中的，那一些基本上就是防守的，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个这个定力的一个量测，各种这个能量。这个还有材料所，材料所就是刚才提到各种各式各样材料的方面吧，包括木材、金属材料的开发。另外，我们一个细化中心，细化中心这边比较就是它的航空，就是车辆跟飞机飞弹其实蛮类似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一定是有在外面是需要忍受各种环境的实验。那这方面，我们中间应该是国内最齐全的。另外，细的是做一些气象仪器的能量，那这方面的能量都可以来配合这个各位厂商的需要，可以就是或者方面的测试服务。另外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来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丁根界，刚才提到高铁公司的丁根界，一些丁根界都是我们中间用我们的能量来协助开发。另外一个医疗界就是技术医疗界，因为它基础的一些动态的话，它也需要医疗，它跟我们的时间也需要提高。另外是橡胶件，橡胶件几乎其实现在我们其实整套都有，包括欧规的这个测试配方，基本上这方面的能量，而且我们也帮国内的制造业去开发一点提供不仅在实验。那另外就是我第三个部分要提到，就是未来配合现在目前要扩大，就是我们有什么项目，大家很多的参与，一个是耗资系统。就是轨道的耗资系统，那这个是国内现在跟几乎用的配合厂商参与。那我们为什么参与？其实我们不来盘点，那个系统所说需要能量都有，而且未来的研发过程中，因为它需要很长的认证，而且它需要太多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能量的参与。那我们有的在像中电这种大型研发机构，几乎所有能量都具备。那如果政府有这个政策需要，我们蛮愿意来办这个尝试。另外就是展示机制，这些就是我们至少我用了很多的是因为我飞弹的一个计算装置就是展示器，电的信号板或者机械中的一个信号，从电源或者液压，包括测试还有控制传动都有。另外就是模拟机，模拟机我们做了很多，包括高铁、
认为未来这个是未来台湾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台湾的 IC 产业很强，事实上我们发展，而且它需要更多的认识，希望未来台湾就是在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就是另外就是驾驶辅助，因为我们就可以做两件事，而且要非常的控制，所以说驾驶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论驾驶方面的这个能量。那刚才也提到就是极电工因为我们高雄的一个精神，我们还有最难的部分就是我就说未来我们会更配合政策来进行整套极电工系统的研发。转向一下，转向一下是我们在20年前就做出过的一样一个科专计划，做过两期的基本的转向一下。另外基本的动力系统，因为中间是负责能源的资源，那我们也不仅在做电动巴士，同样的差不多，那将来可以结合做电源，做基本未来就是架构系统转向一下。那比较大的解决方案，我们这边有一个摊位，就是有很多新的设备、新的能量，当然也这个现场展示，就是一个发展的叫雷达、光达，那个是目前最夯的产品。那事实上，我们这个产品也通过了验证之后，那是基本上未来在轨道或者我们的乘客驾驶，或是这个公交道，都可以应用这个系统来参与这个国内的轨道的相关的一个建设。我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各位。